收的收，下空的收。没有要升的发。最长的吸，没有升发，没有升都没有降息，什么都没有，跟刚才一样的。狮子咪开始注意功法，走，下上上下，一二三四。上上弓。
不要一直拖。收咪瑞哆，收下弓收。到空弦咪，再一次哦，这首很长哦，而且不要拉那么慢。弓要握好，三四。往前走，二三八。
果公司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一直练到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才会休息哦。弓如果没有握好，就会难听的声音，难听的声音就一直拉。可以 ，re mi fa so la si fa， re mi， 微三指微打开一点好吗？丁安宇，走。不要再扭你的手，不要再扭来扭去，固定的手指头打开来就好。re mi fa so la si， 一、二、三。不要深的发丁和宇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一、二、三。上去一直拉，只要有人在扭，再声音难听就再一次，二三，拉最后一行，你试给我听。最后一行，预备，三。你不要，怎么会是一直兜呢？二指才是兜嘛，对不对？你按到二指就是兜啦，你为什么按一指兜呢？一指吸呢？一指是吸，二指才是兜啊。再一次，第三行，二三。瑞太低了，为什么是三二指兜呢？三指瑞嘛。没有看谱就不会拉啊！三指瑞打开，二、三，
再一次，第三，最后一行。你们看到哆发是连起来，再一次，一、二，下弓 re 三。Thank you.